学海无涯苦作舟，点个关注，你在等小葡萄。咱们来跳舞，先请你们吃块雪糕吧。先吃这个黄色的。橙子味了。再是这个红色，红色的肯定是草莓味儿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口哨冰淇淋。上次先吃这个紫色，里面都是这种小糖豆，再看看这个粉色了。